Ready, action！ 哎，你上那边扫好不好？你挡着我看电视了。这不地上有瓜子皮吗？你不嗑了，你不吐了，我不就让开了吗？来来来来来，腿抬抬，腿抬抬，腿抬抬。不是你非得现在扫吗？那我不现在扫，什么时候扫呀？我一会儿还得做饭呢。扫。这一天天的，跟个大爷似的往这儿这么一窝，啊，什么也不干，一分钱也不赚，我也不知道你想干嘛。我什么也，我这不看电视，我这不正学习呢吗？整那些没有用。看电视正学习呢，你都学了什么了？除了天天知道就把自己穿成这样，那你还学成什么了？我学习人生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看这个，我得知道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它变成什么样子了，我才能去找到生机，你明白吗？那咱俩聊聊，你学明白了吗？你都学了20多年了，这电视都换了舞台了，我看你一点进步都没有。我要你管，我还真得管。你这学来学去的，一分钱也赚不着，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做梦呢吗？你怎么就一点不长进呢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天天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就这些话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天天我说来说去，你也没有进步啊。哎，马苏，我要早知道你这样的话，我当初咱俩好的时候，你给我那瓶酒，我就不应该喝。那我当初就应该给那瓶酒里下毒。泼妇！你干嘛去？你管我干嘛去？你饭不吃了？你管！餐场地啊，一开门他们家住野外是吧？哎，哈哈啥？咋了？刘欢，你能靠点谱吗？啊，你答应我的，今天早上来跟我一起搭帐篷，一起干活，人呢？你看，我跟你说了，昨天晚上喝酒喝多了。别你这从哪整这么身衣服啊？整的花里胡哨，这冻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牛仔服、牛仔裤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现在都是最新潮的，你不懂。你以为还像你还你还穿成这样？什么的？我们这都是今年新款的衣服。你这今年孕妇款吧？拉倒。怎么着？哎。哎呀妈呀！哇塞 ，CD 键，送你的，送我的啊！你说说你这玩意儿，2001年最新款，哪年？2001年呀，就今年最新款。不对呀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获得了。不是，我刚才从家出来，然后我见束光，然后我怎么就跑到2001年了？你可拉倒吧，上哪就编啥瞎话呢？你来晚就来晚，还搁那编瞎话，还一出门一道光。我多大了？20啊。多少？你再说一遍。20，长得像46的。真的假的？20岁是吧？啊。你咋的了？你今天怎么这么不正常？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20岁好啊，年轻啊，美呀！前面交代他家庭非常不幸福，给他一次重活的机会。对，那个，东西收了，答应我的事儿你得帮我办哦。那个。没问题，答应你的事儿我肯定帮你办。社会义气人是不是？没问题。啥事儿？那个啥来着？那个事儿。别，你别生气，你别，你再跟我提个醒，帮我追苏苏嘛。追谁？苏苏。你喜欢他？那我是发自肺腑、打心眼里喜欢他，你得帮我呀。没问题，这事儿哥绝对帮你，绝对帮你把他追到手。哎呀，啊，让我自个儿解脱一下。嗨，我来了。哎，苏，你来了。哎，
哎，李欢。哎哎呀，你裤子咋的了？来的路上卡了。没事。那个年代不懂现在的时尚啊。就你一个人来的？不是啊。哎，在后面呢。你来了，刘欢，你也来了。这啥呢？今天这是采蘑菇的小女孩啊，采蘑菇的小姑娘。你今天穿的真好看，往边上点。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个刘欢，你看我今天穿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之前不是告诉我说我这种才好看？谁说的？我喜欢穿裙子的，露大腿的。哎，那我今天也正好露了大腿了。你这腿照人小斐那个差一点，苏苏。他是苏苏，你认错人了。谁是苏苏？他是苏苏。那不苏苏吗？苏苏。干啥？啊，这不苏苏吗？苏苏是吧？一个叫马苏，一个叫苏苏啊。哎呀，快吃饭吧，赶紧把炉子拿出来。你们俩今天准备的老好了。烤肉忘带了。你还能干点什么玩意儿？你我就是怎么了？随身听，快点，我饿了。那啥，那个我今天出门急，然后把烤肉给忘了啊。跟他没关系，全是我的事儿啊。那要不然咱们就随便吃点什么素的。我不吃了，我会晕倒的。谁说的？哎，那没有烤肉没意思，我回去了。我跟你说，别，你劝两句，马苏听你的。那个，因为没烤肉，你过来干什么呀？是，你说好不容易都来了。是吧？你咱不能扫大家的兴，大家都挺高兴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是吧？那这样好不好？咱别吃烤肉了，咱们吃点那个，咱们俩刚才不，你不采了好多蘑菇吗？对不对？咱整点蘑菇，对呀，养生。那蘑菇，吃点水饺，你是不是带水饺了？对，这蘑菇能吃吗？别有毒啊！蘑菇能吃，这是我跟你说，这是松茸，这个在20年后很贵的，是吗？是吗？那这是什么猴头菇吗？这个平菇，这个金针菇。你懂得真多，你好厉害啊！我不是听说你们家是开饭店的吗？你应该会露两手吧？你错了，我家是开洗脚城的，怎么是开饭店的了？没事，都一样。我还带了那个三全水饺，完了再下点饺子，够了。行，好，你坐吧。我坐，我给你拿手。那你那还是我来帮你吧，然后这样你弄蘑菇，然后我煮水饺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那我就不管了。好水煮这个好饺子。我来。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那你瞅了20年了，真是吓死我了。你有我帮忙吗？不用了。行。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？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？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。刘欢，我就问你个事儿吧。说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啊？我喜欢脾气稍微温柔点的。啊，我脾气挺温柔的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哎呀，不要胡了，你们俩都别聊了，加点油吧，我看熟不了。那差不多了，上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上菜吧。那我去把菜盛出来，咱准备吃饭啊。太好了，我都快饿死了，你们好慢呀，快来坐这儿。来，刘欢，你坐这儿吧。来，吃饭。哇，刘欢以后肯定特别顾家，大家都别客气啊。咱这样，咱光喝酒也没啥意思。咱一边玩游戏一边喝酒吧。玩哪个？咱玩那个动物园里有什么？然后我说有猴子，有大象，有老虎。然后谁重复或者打磕巴说不上来了，然后谁就输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是吧？来。那我先来吧，我不太会玩游戏。行。来，动物园里有什么？有猴子、豹子、熊猫、大熊、老虎、长颈鹿、大象、斑马、河马、刺猬、鳄鱼、仙鹤、鱼。老鹰、兔子、蛇、孔雀、羊驼、梅花鹿、蜥蜴、鹦鹉，你我喝。怎么这么就喝了呢？还有那么多动物没说过呢。我不知道了。
蜥蜴马苏背词儿也厉害，这个词儿不是那么写的，他就是自己编的，就是多说几个动物就行。哇，那他这个没有重复的，重复的是厉害哈、啊，套路都太深了，你们小小年纪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眼睛那么痒啊？你是不是进虫子了？胳膊也好痒啊。这，妈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怎么长这么多？我刚吃了一口这个。哎呀，那蘑菇里是不是有毒啊？你不说这蘑菇能吃吗？全都能吃啊！是能吃啊！那肯定没炒熟。不行了，我回去得回家看医生了吧？赶紧去医院吧！好痒，我。你不是，赶紧送送，你赶紧送送吧。我送你，赶紧送。不是，我们走了，快，赶紧去医院了。你咋不送他呢？他瞅那样也不想让我送啊。他不想让你送，你就不让他送啊？刘欢，你干嘛呀？我发现刘欢找个女，你就是在混淆视听。我就看出来了，刚打一进来就问你，我穿衣服好不好看？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啊！我就发现你这个，发现你这人啊，真没劲。你又回来干什么玩意儿？啊，回来拿筐啊！呀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没看出来呀？啊，苏苏他喜欢你，怎么看得出来啊？你看出来了？我是他好朋友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他一直等你跟他表白呢，你这一直拖来拖去的，他都生气了。今天他假装喜欢刘欢，其实是想让你吃醋。你懂了吗？哎呀哎呀，那我知道。哎呀，帮我收拾帐篷。你这个脑子呀，苏苏。干啥？挺瘆人的。你说你那口大白牙。哎，你说他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呢？一点都不懂女人心哈。他们男人好像我说的我跟你是姐妹似的。那你懂吗？我不懂。你有啥你跟我直说，行吗？没啥，我就是吧，我昨天呢做了个梦，我梦见你了。你知道我梦见你什么吗？我梦见咱俩结婚了。嗯，就是结婚之后呢，我就跟你每天都吵架。哎呀，一吵啊吵了十多年，我怎么能做这样的梦呢？昨天呢做了个梦，我梦见你了。你知道我梦见你什么吗？我梦见咱俩结婚了。嗯，就是结婚之后呢，我就跟你每天都吵架。哎呀，一吵啊吵了十多年，我怎么能做这样的梦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我昨天我也做了一个梦，我就梦见啊，我这未来的老婆呀，就对我这个脾气态度特别特别的不好，成天骂我说是没用没用没用。你说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心里你觉得我会好受吗？不好受，对吧？嗯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将来老婆为什么这样啊？可能也是我的原因吧。本身事业做的也不顺利。我记得在我20岁的时候啊，你现在不是20岁？我记得在我昨天的时候，我有过一个梦想。嗯，我将来可以当一个企业家，然后给我老婆，还有我的孩子。能够有好的生活，谁要是能当你老婆肯定很幸福。那来吧，我们喝一杯，祝你梦想成真。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做梦呢吗？你怎么就一点不长进呢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天天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就这些话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天天我说来说去，你也没有进步啊。我要早知道你这样的话，我当初咱俩好的时候你给我那瓶酒我就不应该喝。我会在身边你左右，为了梦想干杯。不会回头，你的一举一动。